开闸嘅时候啊，见到啊呢个金钥匙啊，殖民首长啊，前面都算得相当快嘅，跟住有及时出嚟，亦都抢咗喺前面啦。最后多少个马咧，先至见到啊？最后多少个马咧？见到李东海喺前面啦，跟住有电之宝啊，然后必二胜啊，跟住咧先至有啊呢个加深啊，然后咧就系、是、有啊呢、这个李夫先生啊，然后咧就系、是、有呢、这个周游公子啊，最后啲三只马就系玉面金龙啊、地胆啊，同埋啊呢只环境咁样嘅。而家跑咗大约三四百米嘅时候，及时出咗抢咗出嚟嘅，至少有半个马位嘅。殖民首长紧守第二位，跟住第三四位个马咧，分别就系呢个内兰必二胜啊，我当又有金钥匙，然后最后啲咧就系有电之宝啊，跟住咧就系、是、有啊呢只利东康啊，然后就有加深啊，最后多少个马先有李夫先生啦、啊，然后就系周游公子啊，呢个贫只啊，然后先。有呢个地胆啊，包庇一对马咧，就系、是、有啊呢只啊，系呢个环境啊咁样嘅几只马喺后边。而家将近转呢、这个银禧湾嘅时候啦，马王啊及时出咗抢咗出嚟，至少有成两个马位咁就系噶啦。跟住咧，第二位个马田嘅殖民首长，然后就必二胜喺第三位，跟住咧有金钥匙进占去第四位啊。最后多少个马先至见到啊？呢个李东康，然后就加深开始发力，跟住先至有电之宝啊，然后就系有呢、这个系环境啊、贫只啊咁样嘅开始发紧力噶啦。将近转弯入直路嘅时候，及时出，仲喺前面啦，放令紧成个几两个马威噶。而家见到啊，必二四嘅同埋殖民首长追紧佢啊，跟住有呢个利东可发紧力上紧啦，大外档啊加深上紧嚟噶。去到最后三百米嘅时候，见到啊呢个加深啊斗紧啦，及时出同埋利东可三只马斗埋一嚿嘅。去到最后二百米嘅时候，利东可埋边啦，呢个大外档啊加深就喺前面嘅，跟住咧而家见到斗紧嘅马咧就系呢个埋栏啦，就系有呢个利东可大外档啊，就系有加深啊占咗少少噶。殖民首长系一路斜紧出去噶，终点再望啊，第一名咧就系呢只加深同利。我啊要影相争你一二噶，第三名咧就系有呢只啊殖民首长啊，咁喺直路上面啊，加深啊已经系越走越斜噶啦，一路斜到出去大外档啊，好蚀位蚀得好犀利噶，而利东可嘅走位咧可以话相当靓，喺埋栏咧一路贴栏而上噶，喺大外档嘅加深嘅冲劲非常之犀利，虽然系蚀位啫，但系咧走势好强劲噶，而家翻过嚟冲线嘅时候咧，睇嚟加深咧，睇下有冇机会咧系越过呢只利东可啦，睇嚟都有啲机会噶。咁啊，大外档嘅殖民首长咧，亦都有机会跑到第三嘅。咁四五名咧就跑得比较接近啲。